虎扑6月28日讯，多特蒙德又一今夏重组，距离转会市场关闭还有两个月。多特蒙德已经签下了五名球员，成为了目前为止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最多的德甲球队。昨天美因茨中卫迪亚洛的加盟，多特蒙德之前已经签下了德莱尼、沃尔夫、西茨和年轻门将厄尔施莱格。多特蒙德总共为这五名球员花费5500万欧元，其中迪亚洛一人的转会费就达到3000万欧。今夏引援花费排在多特蒙德之后的分别是 RB 莱比锡4200万欧、勒沃库森3050万欧、霍芬海姆2500万欧和沙尔克2150万欧。